话，我是阿龙。那欢迎回来我们微微变世界的时光了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讲述了这个 B 级炮船主阵地啊，它之后还会再扩展。这边我忘了给它改名字呀，也是炮弹区哈，弹储存区。抱歉啊，那上一集就谢谢大大留言提醒我说，啊，我其实这个战野系什么的就不用一直开一直关什么样，那其实它有一个控温的系统啊，啊，只要到达那个温度，它就会自动的停止运作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是减少它消耗电力的，这个其实我。我知道，不过就有点就有习惯的说啊，第二的时候就关了，的时候就开，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所以就我给他暂时给忘光光啊。那就像是这边温度算是有点平衡的，那这边大约盖个20度吧。修平衡一下，好。那这边它第一个这个目标温度啊，它就会提高来智能，然后，冷气的情况是第一个这个温度啊，它就会停止运作，那高过这个温度它就会关起来啊。这个这个理由是懂，只是说，我给忘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嘛。这个我就记起来了啊，谢谢他再次留言提醒我啊，这个我就记起来了啊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他也建议说，你可以习惯说盖这个走廊，然后把空调啊什么的就盖在这个走廊上，然后再盖这个空调上，然后把温度的，比如就像是这样子，这边送一个走廊，然后这边可以盖冷气，然后把冷气暖炉盖在这边，然后把空调什么的给输送到这附近房间去，这样子一个概念啊。好，我懂是懂啊，不过就而且说盖的时候就比较习惯说，这边圈个房子，这边圈个房子，就有点给他忘了这样子啊。嘛，谢谢大伟大龙岩提醒我啊，又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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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做吧，先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或者是买吧。花绿鼠难道是拿来当宠物吗？好像我们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个耳朵，有在卖耳朵的商船啊。办法之后再看看吧。那上一集结尾的时候我们杀了一只独角兽，对，那看看就买一，有点想说买一点黄金回来呢，就做这个黄金豪华的床，对，那豪华的床就会增加这个房间的美观度，然后呢睡就会睡得舒服，睡的人就会舒服一点，然后会有这个心情值的加成呢。我再想想看，我们钱现在是有点充足，所以我们先跟他买一点黄金吧，反正我们之后呢也是需要，暂时来说没有需要用到钱的。那凯德哥，麻烦你问一下这个。那这些床呢，我们就设在它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做黄金品质的床吧。那基于说这边的温度是有点高，那要说温。要说从这边的温度的话，可能就只能从这边冷气用进去，不过这边呢这个空间是
蛮大的，所以说就可能会比需要比较多的空调去调节这个温度啊。嗯，我们之后说可能之后会搬家什么的，那之后我们就，就再把上一集大大烧书大大留言的那个教学来吧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这集我们还是暂时先这样子吧，还没搬家什么的。然后啊，有点，我们这一季还没有见过虫子，有点 lucky。啊，这它不跑出来就最好了。我也不太想说要去对付它怎么样了。它不跑出来的就最好不过了。嗯，那大约就是说把这个暖炉啊、空调什么的，我们就放到这边。那这边就比较好说控制这个附近的温度这样子啊。嗯，那么也是也不错，不然说这边的距离其实是，确实是远了，有点远。那这个效率也不太好吧？啊，这边我还没有铺这个地板了，那就这边吧。嗯，好，地板先把那一个的地板给补起来。好，那之后这边呢，我就是要说帮他降个温度。那就降个温度吧。好像超过一定的温度，东西会烧起来，是不是有这个设定啊？好像有，有好像没有啊？啊，一个小，今天这一集可能要来宰一点猪猪来吃了，不过都还没有讲到呢，就暂时先放着吧。那尽可能想说楼道讲大一点，我不知道这个又会不会影响它肉类产生的这个数量吧。那就楼久一点的娃耐受。幼年公野猪，其耐受极强，并发症，炎症，那是什么？耐受，所以是他喝了这个啤酒吧？只有七天，那放置他吧，自己都还没管好呢。杰克，你能搬啊？不行。这可不能建造啊，先搬一下吧。真的，这边怎么会是建造？不应该是重新安装吗？对啊，这边有，其实在一起这台就直接先放在这边吧。那然后马力检查就麻烦你搬一下。那这边附近的温度算是够平衡了。那谢谢那个树大大提醒我这个事情啊，谢谢，阿里卡多阿里卡多。那这边就比较说靠近室外的地方。比较没办法说隔很有效的隔区这个温度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要是要敞开一下这边的东西啊，我冷气。那这边就如果我们抓到人的时候，我们再给他研究这个蒸发制氧气好了，给他在里面蒸发起来好了。不然其实可以给他一台暖炉，一台冷气。这样子的话，不如我们这一集来看看有哪里可以让我们盖个牢房之类的。看来这一集我们会缺电了。
那既然是这样，就放在这边的这个这些发电机就是给它盖起来了。直接从这边拉一道电网那边去吧。早上之后也还是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运时，所以会这个发电机会停摆很强了。OK， 火箭炮 ，Yes， good job。那再来这个，有点想要研究这个是最近炮塔，那就比较开始不用说我们自己去处理拿狙击枪的敌人了。不过这个我们先研究这个吧。啊，那这个机器我们先把它给关起来。好，这个已经开始，我还没去做。丽发小姐吃过饭之后呢，麻烦你啊，辛苦你了。我们首席研究员去世了之后就靠你了，啊，然后就麻烦你问一下。怎么不走这边？有种要这么大一个船只？好，目标温度都20度。OK 啦。这边可能我也需要一个通风扇。慢慢来，我一个一个的来。去3万度电力啊！这样子我肯定会断电的，今天。电力喷超级快的，那无野猪，这台也要一定要快点建好。之后应该会再装一个模组，就是说，就算不是，就是工作那边你没有指派他说。建造的他也会帮忙搬材料，上次现在这个还要搬钢铁跟零件嘛，那就你只有说准备盖这个东西的才会，机器的人才会开始搬这个材料过去。那个模组就是说，你就算不是盖这个东西，就算他不能建造东西，他也会搬了，感觉是还不错哇！你怎么会是优先去训练？幸福啊！不过是哇，搞的用着我们这个，哎呀，对啊，说到我都忘了把你放你们在一张床，我们做一张黄金床，哇，好贵，1000多黄金。完全要黄金做成了，我觉得说这个也太贵了，太夸张了。铁床睡起来也不舒服吧，石头床好了。就叫你干，是不是？现在就断电了。那其实干了这个也不会说有太大的改变。哎，等等，立刻建立建造哦，五 master 已经20了耶。那你先把它给盖完嘞。这个你是大师级 master， 好，那就太郎跟优子是吧？我没记错，你老婆是优子对不对？前半段我两只都好像是够高。有只水妖这件家具上雕刻的内容是对于鼻子，那这个意思我懂，但我不会念啊。抽象描述一只死去的麋鹿在画面左部分站着，这边充满了简单浓烈的简单的气息。艺术这个。艺术这回事我真的不懂啊，说真的，你说简单一点行不行？
那我是挺想说在这边盖一个简简单单的牢房。那这边有可能会，啊，说起来这边有可能会要盖一个炮塔，那敌人有可能会走这边，然后挖进来，这之后有可能这边要有个炮台。哎，说回来，先说回来，那就想要盖这个牢房，牢房盖在哪里好呢？其实风力发电机发电的时候，发电的量其实还蛮多的，只是它要看这个天气啊，这个比较麻烦。那因为这边是拿来放给虫子生的，那所以这边也不能用。哎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家没有多少地方哎。那不然就可能在这边再盖一个房间吧，我猜。那其实主要是想要把这边给拆除掉。那这边毕竟不算是我们家的范围啊，特别就是拖出来的一个部分。哦，是你疯狂追逐了。那这个墙口，啊，这个浴室还挺久的哎，这样子下去我真的会断电断到一个很可怜的地步。你其实呢，一天呢，东西有点多，上次有这个纺织品商传来的时候，就把它给直接卖掉这些衣服好了。冥想，来看看，念想非常辛苦的，是。啊，浴室结束了。那不然我们在这边再盖一个小空间出来好了。那这边就要稍微的改一下，那确实要拆掉。改一下这边好了。那这样子暖气也能通到这边来，那就比较好管理那些囚犯的、囚犯俘虏的、这个状况啊，这个温度状况之类的。然后电线要重新拉一下。其实这边这条线是下来就好，那这边就直接拆。那之后完事之后，再把这边的家具给搬到这边来就对就行了。啊，这个树先砍掉。腐朽小鸡来啊！哇，还这么多。都是攻击比较多啊，是可以的，随便吧。应该是放在外面然后复发的吧。不过其实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他来会不会来不及复发就老化烂掉。不过看起来应该是会来得及复发的样子啊，不然我家也不会平白无事多了几只小鸡啊。这边。只好给他一栋石头门，一扇石头门。之后这边就要把它换一下。这边应该，这边这样子走过来也是挺远，挺累，要一个圈子嘛。嘛，决定啊，就这样子了。这个也可以拆了，这边的。湿地抽干了，
有点少数小鸡的话，直接待在家里就好，待在小屋就好了。好了，小鸡那内就直接待在家里吧。火鸡那内也是了，直接待在家里吧。那一来就不用担心说被吃掉，那二来就是可以让他们生了蛋呢，就会直接他们可以搬回家，就不用说要这么远，还要自己按这个许可互动啊。诶，这个来，噔噔噔噔。啊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再转一条小路，十个月的小路。先看是个点，先看是会在啊，这个吧。那就你们先看的时候，就集中在这边呢。啊，那时候。东西都搬进来，蛋应该可以放在这边，这个床呢就会放在这边哈。好，这边就变成的树奈了，之后再铺这个木头的地板吧。木头我们是还蛮多的，石头就用的有点凶啊。啊，太阳先生，麻烦你先把这个盖好吧。怎么不直接盖？好，这一题仿生题之后，之后如果材料允许的话，我一挖去会说帮我们家的人呢都装这个仿生腿，跟石手走脚应该也是会改了，对，主要是因为这个仿生腿跑得比。走得比较快，这移动速度比较高，那就让他说做事的速度会比较有效率一点。对，那主要就是增加他们做事的效率了，就单纯是这样子。好了，我先把黑的这边。室内的温度23度还不错。当然这边也是有风险的，那就是如果不限带几个囚犯呢，那囚犯就可能会直接挖穿这边以后直接跑，不过外面有炮台看着应该是还好吧。那这些牛奶也是希望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愿意搬进来搬开来，我只好说晚上我们也给他多一个瓦地打扫的话，那这样子吧，一个就负责搬东西，一个负责打扫。印象非常深刻。这边怎么还没搬过来？应该还在建造。关系被，这边怎么样啊？拉电线有这两台东西用哦，他们又是这个啊，先给他吃吧。这边慢慢的啤酒花可以快可以收成了。我是
觉得说我再增加这个生产食品包的数量好了，再加一倍。嗯，反正肉我们有点多，超级多猪肉。我有点想要说多训练个一点野猪帮我搬东西，好了，多训练个两只野猪吧。那这样多训练两只野猪帮我搬东西好了。那就这样子呢，我们角色就只需要说专心在于说收割东西，收获啊之类的事情，那就不用说又要搬又要怎么样。那这边我有点想要说单纯是母鸟想要说在这边种一点花，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圃这样子。不然这边也是奇奇怪怪的，也不好看。那电线就重新拉一下，那就这样子。都走墙壁了，那就不走露天的了。哦，要生小猪了，所以我才会说养猪是一个好选择。OK， 那这边就是一个密封的室内了。温度控制的还不错。那这边是故意要用成露天的。对，刚刚我怎么不开这个隔离发电机？完全给他忘了。那我们尽可能的就塞多一点的粮食，之后要走商队就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至于说我们之后要盖这个叫输送窗呢，我们就盖在这边吧。如果这边不够盖的话，我们就靠不过其实这边位置你来说最理想就是在这边了。可能就是会把这些太阳能发电机就搬到这里面来，这样子啊，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啊。那这个电线都来好了吗？来好了，那所以呢就把这段电线电，拆掉吧。那之后这边就来盖一个没有意义的种地区。种小花，对，的确没有意思。之后这边呢就把它给隐藏起来。它在太阳在守护，应该是 band 吧。这边没有，真是。不过其实这边也可以稍微的用拿来种这个棉花也行啦，不过棉布我们用不着这么多就是了啊。批发贸易商还不错，批发贸易商我们可以买零件。等凯德哥起床吧。那你闲逛的话就在这附近闲逛就好，不要走来走去啊。你跑到里面去你不会冷的吗？两个人轮到煮饭。
就起床啦。啊，刚好就在旁边。嗯，小狗，这个小狗太小了，还是不要。猪，猪。不过我们有野猪就还好。啊，那暂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买，那就只需要买一点零件回来。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水要缺乏那个。哇，我们就这么多羊驼毛哦，不是吧？羊，我们之后就用这个羊驼的毛来做一个温暖的帽子给他们戴好了。这个皮也卖了，那我知道你付不起那么多钱。那我就跟你买一点贵价的东西吧。哇塞，这个居然就要发上几千块耶。对啊，一千多块。好乖哟，他该。那这些衣服我就先卖掉吧，反正穿不了那么多，那有一些是他故意回收回来的啊。哇，一些魔鬼菇布的衣服居然要这个价钱啊，太贵了吧。好的，那裤子我们留吧，我们留一条一般品质的裤子就好，留一点裤子。那黄金它要200多，把这些全先卖啦。黄金我们再买一点回来吧，毕竟比起我们挖的，比起我们自己慢慢去挖的话，其实直接买会比较快一点。那颜料，哇，颜料不太值钱。那再买一点中型暗块来吧，那就81个。多传一点中型暗之后，要做医药的医药包的时候，就可以一次过做多一点啊，多做一点。那玻璃钢我们有一把什么？玻璃钢我们现在不太用说那么急着去做。哇，我们有这么多大麻叶子啊，那等等就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去买多做一点啊，烟卷烟。我们其实现在是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有材料但没有人手去做，这样我们可能就会说是要多更多一点的人手。说起来刚刚买了黄金还能赚1000多块。我们买跟他买134个，好了，那赚多赚一点。 OK， 哦，买了一大堆贵价的东西啊，这个啥啊，这个翡翠啊，黄金啊什么的，隐形对需求。那他想要说啊，400多个，我现在开始种也来不及吧。就是隔壁，没有，哇塞，光跑都来都不止这个时间了吧。看起来我们有必要说先尽快的去研究啊。不过我们输送窗是研究了吗？看看啊，输送窗研究了哈。那说不定我们就要开始来传东西来改进东西，这个。我们这一集暂时先营运下去吧，那时间也差不多。有点不住山，
居延。对，那我们上一集就来盖这个输送窗。不过他送一个这个传奇级的这个火焰兽大法师，其实是这个实在是有点吸引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去现在去种，应该也来不及吧。这边也没有说一个加成，一个生长的 buff 加成啊。我们种一点真实叶子吧，试试看。那可能我就看看说，杰克豆宝去做这个，网上是保罗玛丽，保罗只有3，那杰克这个手工只有4，那让杰克做一下这个卷烟吧，毕竟我们叶子快要，大麻烟已经快要有1000的存量在了，消耗一点，消耗一点，87吧，你是超疯了吗 ？OK， 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就先到这边结束吧。那预定下一集我们就要来盖这个梳妆窗，那然后就看看说，对，那商船还没走吧？对，刚刚才想说没有那么要用到了，结果说立马就要用到了。我们去买一点玻璃钢，然后就把这个该做的这个假体这个工作台的事把它给做出来吧。那就全买了，好贵哟。那这个大麻醉给我1000多元。阿优粉，什么奇奇怪怪要的样的东西。这个光也是不值钱的东西啊。我们还有什么？新的一笔，新的啊，这个不值。不过这个种起来麻烦，9。暂时忍一下吧。150个嘛，来看看，150，那我们买个30，那么有120在，对不对？120，那买个30，100块啊。OK， 那我们就把暂时能建的这些工作台呢给先做出来。那最主要这个应该可以比较影响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的幼稚小姐耳朵吹了有点久啊，是要帮她做一点，做一个新的耳朵。那最主要就是尽可能的做这些工作台，最主要就是避免他们缺了某些东西而我没有办法去帮他补，就会让他们丧失这个工作，工作效率会下降，这样子，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对，那我们这集实况呢就暂时先到这边结束了，好久没有充实的玩40分钟了，就是稍微的请我们一下去，然后过一个主页，已经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哇，挺充实的啊，我自己讲了觉得是。那我们这期时光就先到这边结束。或者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 Memo Bank 世界的时光再见啦。拜拜。